那真的太难过了，我一个小队员一点互动都没有。哦，我推开他我就看到了他的心，是吗？我都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呦，上来！什么？你？这是你的男主。二三四六，开心吗？两位主播，看得可开心了，多来两遍嘛。好酸啊！为了可以换人，哪一趴我都能学。最后的安定动作，景龙都上去了，我在哪？金龙，我有这一下我就可以了。谢欣阳，你没有吧？我整个心都碎了。那咱们再。哎，阿萨玛德，阿萨玛德，腰不疼了，腰不疼了，一直给不动，不动，不动。小东姐，昨天学习这个的编舞，跳舞啊，真的厉害。但是 ，like mistake 的时候 ，like 一点笑うんですよ。一点点 mistake， 啊，哭啊哭啊哭啊，没问题。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大哥。我是三刀。我们是只蝙蝠，我们是蝙蝠，夜晚工作。他们都好可爱。今天我练舞的时候就一直在笑。他们真的就是很阳光，很青春。相互的配合，集体的那个凝聚力特别好，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加入能给他们得到一个很大的助力吧。就是突然就有了干劲，突然就有了冲劲，希望自己可以进入总决赛，希望这一次能够让大家看到我的进步，我不再是初舞台的我了。最后一次公演了，歌曲是快乐的，那我们就快快乐乐给大家一场演出。